1554年，多尔德斯亚斯城堡。74岁的胡安娜在这里隐居了近半个世纪。她先后被她的父亲、丈夫和儿子出卖。她是西班牙君王的女儿，菲利普的妻子，国王卡洛斯五世的母亲，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的女王。人称疯女胡安娜。我一闭上眼睛就浮现她的影子，她的皮肤从我指尖滑落，她的声音围绕在我的耳边，她腋下的气息勾起我的欲望。我不惧怕死亡，无论怎样，她将把我带到菲利普的身边。